约会必胜绝招，各国关键举动大不同。加州人比较喜欢讲一个很委婉的方式，但是我们美国人会讲我们两个人，就是自己身上的一些冤亲债主也不能去，就是两人。美国人会比较直接啦，就是直接接吻的。哎，来金姐啊！这么台。千万不要忘记，今天晚上11点就在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